I'm at the Youyiguan border gate in Pingxiang of China's Guangxi. The city borders Vietnam. Several Chinese tour groups with more than 100 tourists left here for Vietnam Wednesday. They are the first batch of outbound tour groups traveling from Youyiguan to Vietnam in 3 years. Meanwhile, on the same day, the first batch of Vietnam tourists also arrived in China in 3 years.比较开心，也比较激动，现在也是旅游最好的季节，我们就出来旅游一下，开心一下，看看那个越南情况是怎么样。您是不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等了3年，很不容易，都是期盼这一天的到来。我们现在是充满信心，激情高昂，我们全体员工全身心的去投入到工作中去，为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目前，中俄旅游团队可凭有效的出入境证件5000证，经由一关口岸赴越南旅游。为了满足旅游团快捷通关的需求，我们加强与文旅部门及旅行社的沟通对接，科学预测通关客流，保障旅客安全顺畅通关。我们3年了，不得来中国，所以呢，今天我们组织一个团就来这里来中国。就是看一下，然后看了线路，有什么改变了呀？旅游和文化人文的交流对两国、对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最肯定通过旅游，通过了解对方的国家各方面的风土人情等等，增加对方对对方的了解，也会增加我们互相之间的友好情谊。